老师，你让我找事找不见，我能找见王吗？哪有王爷，那全是土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你那小眼去光？小眼，那为了火锅，把你的两只眼给我睁开了。你是找到了没呀？这都把我绕晕了都。不找了，找不到，看着我眼都快瞎了都。你那不一样找不着吗？还说我呢？嗯，我们的火锅跟假期就靠你了。二平呀，你刚刚是没有睁开眼呀？他有眼吗他？说谁没眼？说你，我这不是眼吗？石头啊，咱们这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火锅不重要，假期很重要。我告诉你，还是看我的吧。这简单呀、啊。哎，不行呀、啊，你们，看来我这顿火锅是可以省了。假期是赚的。哦，这下万无一失了。老师，我找到了。怎么可能呀？这找到的在哪儿呀？老师，你看，这一共是500个，加上上面那个是501个，你数数。Oh no！对呀，啊，老师，彤彤可都找见了啊！火锅，我们假期也有了。哎，老师，那你刚才说找到10个是一顿火锅是吧？那这500个，50顿呢？哎呀，走啊，老师！老师，你刚才说的必须算数啊！就是，走啊！吃什么火锅呀？赶紧好好学习，上自习。那不是怎么的，回回都套路我们呢？就是。什么老师啊？这是真是的。哎呀，这帮熊孩子，平时都是我套路他们，今天怎么被他们套路了呀？哎。观众朋友们，彤彤说有500个数字，你们说有还是没有呀？都做好了，这节课我们公布上节课的考试成绩。好了，说一下这次考试成绩，有的同学考了100分，而既然有的同学给我考了0分。0分，认字不睁眼睛，考试也没睁眼吧？这次考得不错，100分。彤彤啊，你俩真不愧是同桌，0分。你笑啥呀你？好了，赶紧。这次呢，为了奖励考得好的同学，老师决定奖励糖吃。不对呀、啊，老师，
那你应该是奖励我们考零分的时候。你考零分有就是。给予我们鼓励，我们才有动力嘛，是吧？不、哦，就是你就不应该给他们糖。那我能考100分，你能考？我们能考0分，你能考？就是。哦，二平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是。那老师奖励你们多少合适呀？100个。Oh no！200个。哦，200个呀。啊。那。考得好的同学呢？我带你下午去看电影吧。哦，啊，拍啥电影？走，我带你赛马去。赛马呀？赛啥马？赛马呢？我带你逛街，买包买衣服去。买包啊？我带你买新手镯去，买钻戒。买那玩意有啥用呢？我给你买个8米长的大金链子。我给你买车。我给你买别墅。我给你买飞机，你买去来，你买去来。好了好了，你俩别争了啊！争这么大半天也没争出是个啥来，是不？行，我问你俩个问题不？啊行啊，啥问题呀？那问题来了啊，就是在决赛绝地求生当中，在决赛圈的时候，那我男的用这个8倍镜好，还是用这个红点好？那肯定红点啊，红啥点红点。那肯定是8倍镜好，看得远，你知道不？那8倍镜那决赛圈那么小，你拿8倍镜你打啥呢？那红点多好啊！拉倒吧，8倍镜视野宽阔，知道不？再说了，看得清，你知道吧？那我红点比你视野更宽阔，我也看得清，决赛圈小。那你旁边蹲个伏地魔，你能看见是咋？那你拿8倍镜你能看见啊？你看草啊？你用8倍镜那么一秒，他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你一秒，你也死。拉倒吧，那8倍镜视野宽阔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他看得清楚。那有个伏地魔，拿8倍镜那么一瞄，你就能看见。拿个红点，你瞅瞎你的眼都看不见，你知道不？那你拿个8倍镜，人家爬你跟前，你能看见吗？你看土地啊，放大了看啊。那红点能快速开去，你8倍镜能吗？你8倍镜才开的往上瞟呢，那红点都开始打了。哦，再。